你帮我看有没有在录。有吗？你不要一直叫我看又不抬头。有。有吗？我的。你干嘛还没开啊？对啊，我怎么开？没反应，我有按的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重插一次电。有下了，又上了。啊？还是没有插电 mark， 算了。啊？我这个摄影店。嘿呀、啊，我去弄。はいはい。两天呢、啊？就不用拿车了。对啊，你看上面不就写两天吗？你要说两天以上。对啊。当然有说两天。就是我用隐换券换的这个两天票。
哎、欸，阿雅，这也是豪宅，也不是豪宅，就整层整层出租，他们大手笔，嗯，也不知道，他有小心棒棒，敲我的头、哦，敲到高破，有歪吗？没有啊，都蛮好好的。哎、欸，你变插头了，变插头了。我每天都在，因为我偷看了很多天。想说我们的浴室是哪边？浴室就是那个啊，有玻璃的那一个。我根本没出来啊。就是这个亭子，亭啊，一旁边这一个。二三。我觉得这是女生的，那、啊、你们男生的在哪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对啊。我。这是女生的。哦。那男生的呢？可能面向山上吧。可能。我猜是面向山，都没有啊。我发现我都是里面泡五分钟，你总共泡几分钟？他有我也没有算啊。那你可以哪天算一下吗？反正我就是下去大概三次，就是。你回头是在那边。对啊，我就说啊，面山吧。我大概五分钟就受不了了，然后我就出去了。出去大概也只能撑五分钟就受不了了，所以总共泡十分钟，每天就为了这十分钟，晚上11点才洗澡，累得要死，但是很舒服。洗完就睡就好啊。今天人又更少，还是这样？嗯嗯，对啊。你说他们会来玩六日一这样子，会玩到六日一二？不知道，不知道那个现在几点？现在8:40。我们那么早？不知道，还是8点？通常我们穿啊什么的都会搞到。我猜跟昨天也差不多，顶多早十分钟吧。我弄不到我的手表，忘记。弄不到指针。嗯。9点吧。对啊，每天都差不多。然后9点没有几道划过的痕迹。有啊，这一二三四五。不多。嗯。小热身，小加速。还有三根草露出血面，这三根，它不是草吗？会不会是树顶啊？不会吧，是草吧？跟旁边一样。你看前面应该就是树顶吧。今天才有听到乌鸦叫吗？昨天雪太大，他们很喊很难飞。他们也觉得冷。看他们躲哪里。对啊，我喜欢没有下雪的天滑雪。下雪的天又视线又不好，风景又不好。就是看啊，搞不好我们成长到某个地步就会觉得没什么差了。哪有风景不好就是不可能？那倒是真的。在上课吗？看不出哪个是教练。这个比手画脚的是教练吗？绿色。哎，还有加速呢。他们可不是，不，他们可能都是，不是上课，而是两个可能，一个是朋友，一个真的是上课。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and lift your ski tips up。哦，真的会快要跑。嗯，就扣一下。会录到扣一下。
小小热身啊。怎样？就滑去啊。滑去哪？滑去另外一个缆车啊。你要去那边吗？没有吧。怎样？哦，你要拍吗？你要帮我拍吗？往上不是吧？往下嘛。我的手套昨天都有喷了。不管你又用手。那你等我。有可能又是手汗啊。那你等我久一些。还好不是汗。要有山有树哦。有山有树就只能横拍了。你要不要？我不用了。难得有没有下？你不要每次都按掉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检查，我就还要检查。如果不满意，我再拍呀。哦，好。因为我大多都不满意啊。因为我大多都，我的为了省电这个习惯真的是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半身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两个都拍了。OK 吗？好，勉强。没有，你这个不要。没有，不用。难得天气都好。是吗？今天叫天气好了。下雪了。明天会更好一点。没有。我就等到明天好了。我明天也要拍啊。还是为了要记录变化，我也来一张好了。你就先准备相机啊，我来下去啊。你有要半身的吗？随便啊。不用，随便哈。拉链拉好。Lucky。
就好。这个脚台上舒服，我想想都挂了啊。有火花，动太快，这种看起来都搞不清楚。影片啊，动太快都蛮会冲。哎呀，乌鸦活跃着。我们俩可以。我们呢、啊，坐到最上面。大牌是中牌对吧？不知道。好，你刚刚说的。不过我觉得这次是因为把外国人也过滤掉了。哇，外国人在超多。对啊。外国人少数。啊？外国人少还是有啊，少数啊。不不不，对啊。本来就是在日本。对啊对啊，我们也是啊，所以你看。就只剩下少数的会来滑各个雪场，不过之前雪场刚开季的时候，本岛有些雪场不是也在排队吗？说那时候雪场不大，没有，他就是他平常不热门吧。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说要赶快滑到，都有一样的想法，哪里有就哪里去。对啊，但是之后大家都开了以后就会分散了吧？然后就那个，我们吃面包那个叫什么？盐手酸啊。盐手酸就没人了吗？不知道。盐手酸风景很好，它那个坐缆车的风景很好，很好。面包哟，那个蟹很好吃。我们应该不会去了吧？就觉得。虽然有买全山，但是去那边的一天，就是感觉随便滑滑。去那边的一天，就是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，就是如果只是滑那里，那不就买那里的雪票就好了，反正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公车坐去跟公车坐，没有办法接起来，因为我们会在那里吃午餐嘛。接着公司再坐回来也滑不到多少。我说他不能用滑回来，中间一定要坐公车啊！你可以坐公车到中央，然后中央一路再滑回来，是可以的。不是，我坐公车的方法都已经去过了，我去过了，我知道要坐公车，我只是一直问你说，如果用滑的是，还是说不可能滑得到，但是就一整天就花在坐十个缆车才到得了它，到不了，不可能到不了，到不了。我就只是要问他到底是滑不滑，我是说你该也要研究一下嘛，我就问你就好了。你也要记得一些。我知道他是坐公车去的，而且早上这边，然后大陆人不管谁来到。对啊，那时候大陆人真多。没事，大陆人很多。And disinfect your hands.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. 今天那一段你最讨厌的推段，你可能连推都不用推了。面条帮你。你现在是要试着去滑，还是看看要不要推？然后要推不用不用试滑、啊，我们现在一下去就要回缆车那段，就是那一段啊。好。我现在就是先跟你讲说，你大概。应该不用推了，或者顶多上缆车那里推几下而已，保持速度。一路冲的感觉。大概是下去右转，看到缆车站之后就可以加速了，这样。我印象中，从我们这边绿线拿到的加速比较多。
比昨天滑的那个，因为昨天那个距离太远了，太大，拿到的加速比较少。大老远冲过来，有没有？没力了。这里这么容易下大雪哦？应该吧，还有点烦。这是不好啊。很好啊。不过我们在新野那个时候，我希望都是晚上下，白天不要下。你下晚上就挤好了。嗯，不过我们在新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下很大，不是也只开你碰吗？对啊，那个你碰也没有慢到推不动啊，但是你碰我印象中是很慢很缓的坡道，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知道还有个原因是他那个时候是大风雪，所以不会是不是被风吹没有一直积在原地啊，然后这里是没有风，不是没有风，风小小的，然后一直累积起来，有可能有点冷了，检查，膝盖一点点点，我都手臂了，今天会不会复发而已？他那个难道是人为？我都觉得他是一天调一次，他就把那个。有个人测的数字放进去，就有一天放一次，他就对，感觉那只是一个荧光橘棒棒。我觉得他不是我自己，我本来以为那里有个人站着，现在看那是一个洞。我刚刚以为一直有人在那里，是个洞。哦，下来好可怕，看起来好可怕。嗯，你这样看又还好。抬头看觉得很高哎，这种坡度，这种坡度会很希望它，现在会很希望它的雪多一点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滑这吗？嗯、不不，这个是那个哎，新战友。对啊，都没人。哎，不是，他是干嘛？那里就不是棒棒了，边边的棒棒，他哔哔了两声，他就警告那个人还是怎样？要回来。问他要不要帮忙还是怎样？不是，要回来。不可以，可以没收雪票的哦。但是这左右是红棒棒，难道这里是红线吗？不是吧？哔哔两声。不行，这里很陡，这里算陡，这前头算陡的啦。橘棒棒出现了，哇，有够荧光的，感觉就只看到那个亮晶晶，其他的是黑白的，它是彩色的。我只是想休息一下脚。有点早了，那我往下。哎呀，因为我可能比较短，所以其实我早上。一个蓝洞，就一个蓝而已，没了。所以它现在负三哦。啊，对不起，忘了叫你缩头。
看得到下面，都是白白的。那个是 LED 的啦，那是亮起来的。要攀山吗？现在不就是吗？两个一起拍啊！有，我在感觉脚胶。好，拍一张。突然又来一堆了，哎。竟然会忘记啦！啊，今天先去逛，之后再说。我们还有三天可以试。今天就是去，然后一直滑那边。在上课哎，会很就会挡在前面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大想。他们就这样一直滑啊滑。前面宽多了吧？前面宽多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受。加速。加速。对啊，接着就要骂别人了，就要骂他们党了。看那边。好。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上面都是草？好。所以山顶那一段他们没有要开，还不够多，还不够多。因为上面他们都算黑。对啊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草，就是一下滑滑滑都是。就是还是植物哎、欸，那这样比较碾过他们，很可怜。你看，现在虽然没有下，但是柱子上还是累积这么厚、嗯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找到一个都没有人滑过的地方，它大概就这么厚。怎么看起来像是有车子爬上去过啊？嗯，你说两个轨道？对啊，他这样压过反而是车子走这吗？他把它铲到剩下草都出来了，我看他铲到多远？哦，就铲出这条路、哦。他不是。它其实看起来是两个履带这样走走走。而且这个也就，就这样，它就这样走进去了，还是走出来？那它接着去哪里？它是整右边这个连接道吧？这是绿的，必须要压。
下去啊，要切切切的话，好像要切更上面，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绿跑到，不是 center 的，跑到屋子下，要在要看，好像要切屋子上，有路吗？有吧，我前天看到有人在推推推，走偏上面那边。就是平衡感。有时候听到他们自己在划水，会这样叫一声，好像云霄飞车哦。这里不压的啊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很多哎、欸。你说变薄了吗？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因为这是雪板足的痕迹，还可以，跟状况跟昨天差不多。哪有？昨天感觉比较厚。昨天是有人铲得更深一点吧？就浅浅的。你看这边，这边一定是这边下来的地方还没有人铲过的。切得过去吗？ごめんなさい。どんどん行きます。就是切啊切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切。好，有了。靠背了，靠了。暴露了啦！上面那边啊，右转啊，对啊，不是啊，上面啊。你要推这一段还是？还是这边？不是，是上面，上面坡还有一个坡度。那怎么办？可以再做一次啊，或者是走这一小段路就可以。那就滑下去啊。好吧。我以为是这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看到。不是，我说要在屋子上面，我不是这样讲的吗？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再做一次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上面那条线有多高，就是它换来的动力有多少。
啊，不行，过不去。啊、那边红线围起来，不是从这边过去，是从上面过去。好了。现在下去有红线、啊。现在下去就上不去那里了啦。那边是一条线围起来，说这些。啊，就这样，我们爬坡走上去。再来一次吧。反正这绿线热热身吧。因为现在也比较缓了，希望你维持这个记忆，在稍微陡的地方可以继续这样，那就是进步了。好，去吧。就像回华和刚的缆车站。是啊，是啊。通力啊，通力啊，你怎么了？通力啊，没有刹到，没有刹到，一只脚扣到，还好。就撞进来了，一只脚，一只板子差那边。撞了这个，太厉害了！鞋子反正都红了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了？要冲力啊！
没有啊，我就是前面有个人不想撞到他。哎呀，他要警告他，你的袋子很危险，会卡到缆车。不能背后面，请你背前面。他背了什么？三脚架？这么亮的地方，除非他要长时间曝光，不然应该用不到三脚架。你看我的 GoPro 还好吗？还好，因为它有穿过绳子一下，就绳子勾一下。回去看影片会有绳子勾一下。侧煞，侧煞右脚插到棒棒里。哇，你被勾住了，绊到。然后棒棒里的话，接着就顺势弄下，啊，弄下之后再轻轻的用桂枝。然后，力道最大的应该是这边勾了一下，其他地方都是轻轻的，膝盖也完全是轻轻靠上去，也不是撞地。但是我今天的体力大概只有平常的一半吧。为什么？我的酸痛是今天才开始。我都快要不酸了呢。好，大爷你先走，我不要乱走。待会啊，那个你先走就对了，我跟着就对了。我先讲。待会儿啊，那一个下缆车那一段的啊，你就尽量不要刹车，然后我也会没刹车，我就撇过去了。反正左边我会有一堆橘棒棒嘛，理论上就是这样一直横着切过去，这样就是理论上你左手应该都会有橘棒棒。还是就走在我前面。对啊，我会走前面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冲多远啊。你要出发前叫我，我跟着你啊，然后我速度又没那么快，我就一定会在你后面。你一定会在我后面，但是有可能我会越跑越远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要走的时候要叫我啊。就出发就走了，缆车刚滑下的时候就要开始加速了。但是前面有人啊，所以就。又不是路都你家的，就看着啊。反正大多数人都走左边岔路啊。
好像没那么松，在观察别人的铲起来的雪。这是矮松树林。下来了，紧推一下。坐下来，他要克服心理障碍。被黏到树也很可怜，他就嘻嘻一只，那就被黏了。山顶开，不是叫大家滑树林的概念了？没有那么多了，在上面你看都只有白的、啊，只是这一段都不会压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橘棒棒的右边，橘棒棒啊！哦，你说那有一条斜的、哦。对啊，我们看看现在有没有人要侧过去。有，我们就一直往上走。那不是上，那是平。有人要走那条路，他过得去吗？他走了。没有，他只是利用高度想要去弄一下那个，想要去蹭一点松雪，都没人去了。要不要去啊？要啊，我在看有没有人要去啊。有又怎么样？没有。你要走？有又怎么样？没有。走了，是要走了，真的是。是啊，希尔顿的在哪？啊，我看一下下哦。我因为前面实在也没有很陡，我想要确定我锁定的冲的地方会不会冲错，要锁定一个地方冲。哎，小。我想的方向果然有点错，
四个绿线连接到。首先对着那个缆车站，但是接着还要往右冲。希尔顿缆车站到底在哪？应该是贡多拉，我都没看到贡多拉呢。好吧，算了，至少现在的位置比刚刚高了吧。我看左边是那个屋子下面嘛，还要往右推。好了，走吧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 NV 应该是第四个雪场过不去，然后白华，白华到底是不是希尔顿的？白华是，白华就是刚地图转这边，白华就是 2village。 好啊，那为什么我没看到缆车啊？我是说我们回来的时候的贡多拉勒，我不知道，这是 S 第四配额。好，我再瞄一眼。这样我们要怎么回来啊？不知道，你可以问 Teddy。 没有，回是回得来，只是我不希望推太远了。再不济我就要坐公车。是呢 ，NV 联络道路过去才是。这是白华吗？白华就接回去了。白华接回哪里？那刚刚那个地图明明写，白华写。没有 ，NV 就是你 Seco Village， 还要切过去才是对的。好吧，切吧。右边，右边那边，过牌子。可以啊。那个不拖太久了吧，这样子上不去。也可以啊。对啊，你看对面的人。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，一定要看到广东了才是对的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再滑就又回去了。走右边，走右边。
点痛痛的，哇，你弄的我的小腿痛痛的。那调好了吗？太冷了，对，太冷，手没有办法。哦。右边高，左边低，往左一点之后，那我们来毫不争气的沿路绿吧，一路绿到底，要不要？来绿绿绿，爽多了。但是看不出来哪里绿啊，没写波度，哎，笑，300公尺的
这一段到这一段，缆车到这，我们的绿可能中间都要尽量。好累哦。红线650，红下面那一条。他们应该都是那三条吧？那三条。对啊，这三条。嗯，好。所以我们肯定也不会去滑这个，因为还要爬，也不是还要爬，这边不知道进得来进不来，他们干嘛用爬的，进不去，还是这中间其实是凹下去的地方，搞不清楚，而且它方向是这样欸，那它往回爬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先不管，往回爬，往回爬，然后滑下来，干嘛那么累？自己在那边背，怎样？他要讲什么？没有吧？那一栋也不知道什么。现在地 ，The Local Cafe， 然后这个雀也没开，这个雀也没开，然后好啊，这边应该我们路线不管怎么选。都不会去到黑线，就是一直往下滑就对了。然后这边看起来非常的危险，这条是最危险的推推路，或者是说我们先下这，还是要推这啊？万一我们中间受不了的话，可能来这里上去再这样。万一我们中间就觉得受不了的话，这边可以下来。我们的目标是这里，只有这一条缆车。然后也可以今天吃饭就先在，这是 Rest House， 绿叶在哪？绿叶是这一栋。今天吃绿叶，明天吃希尔顿。好、啊。然后今天又没下雪，这样推已经算小推了。而且这边。应该是左边是那个吧？哎呀，看不到。这边应该只有一些路线看得到而已。走右边。应该在那边吧，那边吧。那边也有广东啊，那个就是那个第四啊，我们不要去啊。去不了。去不了什么意思？或者是说，他说这里走200公尺就可以走过去了，你要走吗？下面没有地方接我去。完全没有。啊，全明明是全山。啊，这个山跟羊蹄山类似，是环状的，他们下面都是分隔开的，中间都有山沟。所以你过不去，随你滑啦，往下就随便滑。还是在更左边，还是黑线才看得到，还看不到哎。对啊，你不用哈 啊，就说比拉夫已经是最好的了。对啊，随你走啊。这种算绿的吗？这里都是绿的。
坡度还不错，就是不会不够。什么红的下去的路？啊，这里可以下。就这一小段，就这一小段，还可以。就下去啊！我在省力模式。省力。省力。到底往哪边呢？你说呢？往右黑，欸，往哪边？往左边，往右绿，往左红，继续绿，冲哦，冲哦！耶、yeah ！这段不用推，很好。接下来就下吧。往哪边呢？往左往右检查。今天没绿，整天滑绿线，对，上午滑绿线。还不要嘞，上午要累一点，下午才滑绿线。那我上午就已经没绿了。这样接下去之后，左边前面往左是绿线，往右是红线。先滑绿，先休息一次，好吧？我是说，先休息一次，我们再来滑红的。广州啊，不就是休息？嘿啊，可是现在几点？不知道，你刚看手机，我顺便看。好、啊，我看，我刚好看啊，嗯，我刚好看。在看手机吗？是，我看地图没。10:13。坐拱多了就是休息，唉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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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咋了？在那边呢，在那边呢。这不是很绿的绿耶，这没有好走。但是肯定比红的好了。到了。没有，我们之所以觉得不是很绿的绿，因为是它压过，所以会有咔咔的声音，我们会害怕。啊？黑啊黑啊！米寿西流，它叫米寿西。米寿什么？羊蹄在那。米寿西。什么米寿西？第一条线叫米寿西。啊！它是那种吊线，我在想说哪里拍照。没有，先下。它一直弄，它不会一直弄，它会戏弄人吗？没有啊，吊的是你左边那边的。那是它弄的。不是吧？以为是联络道，却不像联络道。抖抖的、窄窄的联络道。嘿呀、啊！这其实很难滑哎、欸。是啊。还有掉下山的恐惧。哎呀、啊。你看太滑，你不要动，我要去你下面。你小心了、啊。这才叫 unforgettable。好像身体也不对啊，哪边还有他呢？你可以更下面了。没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不是啊，这样，我冲进去了。
左边红线，看到红线了。我觉得这个比红线难过。我觉得啊，你觉得？有可能。不好拍哎、欸欸，你又跑，我现在要干什么、欸？你还要拍啊、喔？那我就下去了。因为我被那前面挡住了。这个是绿线，太惨了。对啊，考虑一下。不是好窄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走这种硬硬又窄窄的路了。对啊，因为前几天爽过头，现在碰到硬的还紧张。右边黑直接接，左边还是在那边弯弯曲曲。好，走右边。我们下去吗？啊？会不会有断差？不，稍微凹一点嘛。太累太累。哦，海阔天空。海阔天空了。
啊，松一口气。你说什么？就这样录啊，我没有力气。哎，你干嘛？用不着啊，因为我也没力气啊，我也在乱滑。没力气，我这好了，希望，又没力气又紧张，所以又耗了体力又稍微多一点。你说什么？很好滑啦，现在。是啊，没有酒错啊。走啊走啊。初级 cos， 你要下去？不要不要，我没力气。没力气。好，你走，你走。
对啊，我们走到最左边了 ，Rest House。所以上去之后，走右边的连接道。走。是面对路，下车以后往右转。对啊。我们刚刚一小段红线再过去。所以我们刚刚不应该右转，是啊。下红线后不应该右转。我们刚刚红线的时候就走到这边来，我不知道前面有岔。有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就以为没有路。哎、欸，我也觉得第一次就没看到。对，我们在 Banzai Chair。万岁！Banzai？对啊。Banzai？ 不是 Banzai， 是 Banzai。这还要日文发音。一起上还是一人坐一排？好，你先。我先等。这样。踩脚胶。你的没有踩脚胶哦，舒服。我今天在酸，加上心里紧张啊，是没什么，但是我要习惯一下。滴水。まもなく頂上に到着します。
セーフティーバーを上げて降りる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。我们很快就会到达终点，抬起安全杠，准备下车。嘿，啊，嘿，有消息就有好。嗯。他拍得到吗？こちらは東京都北海道東京空港です。希尔顿是那一栋吗？我有点眼花，看不清它，看不清楚它的造型。它的中间是斜斜的屋顶还是什么？嗯。我偷偷加亮。今天都这样。欸，如果这时候开鲜艳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开什么？它鲜艳的起来。鲜不起来啊，又没有颜色，要怎么鲜？拍照吗？好啊。这是今天最多的羊蹄山了。等人走哦。天哪，他就要待了。我挡得住他吗？可以。他走了。其他人来了，然后后面就没人了。刚刚好。好吗？很好。我会举手吗？举手会挡到他？不会。检查。要不要关啊？你要不要关开这里？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我不要。就还好，明天可以吧？那我叫你拿掉口罩。不错，拍得不错，透个气。刚整个手机进到嘴里。你说什么？刚才拍环景的时候，哎，我应该有环景哈。你要环就环了。哎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还可以吗？啊，让水汽散一散啊。沿路往着希尔顿一路过去。对啊，不过好像到不了，太远。我们应该不是说今天去绿叶吗？是还没，但是可以。先坐一趟广州吧。好啊，先那就想办法去希尔顿啊。这个绿的直推到底，大概中间都不要刹车了吧，我猜。好，走，都是你先。为什么？我就会走错路啊。这没有别的路啦。
都是绿线就对了。加速哦！要先尿个尿吗？还是直接就坐上去再尿？你要尿吗？我其实还好嘞。我也还好，我没有。好，走吧。我还没脱鞋。
就想象下雪的时候这里有多惨。为了要坐缆车这件事。还好我们来的这两天是晴天，是吧？是啊，我就是这样觉得。好，很好。啊，那我们之后剩下的尼基拉夫全部都要下雪吗？没有下，不下雪之前啊。下雨那天是小雨小雪，应该也还 OK。而且那个时候我的肌肉可能恢复，可能会好一点。今天我觉得对我来讲，今天滑这里刚好。啊，我今天就只想偷懒，没力气。超冷，雕成饭店，凉皮虾开的。我用前几好像拍不下。就自己别人，就是像我们那边就一大堆饭店，这里就两家绿叶跟希尔顿。哦，是绿叶价钱还可以，唯一缺点就是你要比拉夫那个雪场比较大，比罗夫雪场比较大，这边比较小，而且绿叶虽然比较便宜，好像还是没有我们那边便宜，但是其实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超贵。啊，就是那种极星的，是不是？也不是极星，它就是有时候很新啊，大大气。对啊，像你看到阿雅那个牌子，你可以查一下，就是我讲的，直接喷出去就是20了。嗯。对啊，是神经病啊。一碗哎。对啊。花钱哦。五个人分还几个人分？就算八个人分也还是太贵啊，20×8。12500。对啊。哎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早晚餐自己搞。他就包整栋给你，不是整栋啦，就是一层吗？包类似一个房间给你。嗯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怎么可能？我以为是一个家庭式的好多房间。一个房间不是一个房间，就是一个屋子。对啊，不是啊，它是公寓，它就是说它是自己叫度假公寓。嗯，对啊。真啊，有行有市吗？他就都开这样啊，他开这样，但有人真的住吗？就是有啊，有钱人，而且他都要发什么折价券，有的没的什么的，但是那个折价，只能说贵的在折，到底好不好呢？拜托，我们星野12500就嫌弃他了，这样算起来星野就不贵了。那星野的话，雪场也是还好。我是说，真要练习的话，那些都 OK。然后之前那个滑雪店老板说，什么星野的精华是要去那个拿那个证去逛树林。我不知道啦，如果都是以追求松雪来讲，今天好像算是个没什么的天。我的脚真的不痛了，真的是要撑到第四天。嗯，我是今天酸，我今天只能做动作矫正练习。你有看我今天？你今天看我滑一下啦。可以，下午应该可以。我现在，可是我觉得我今天有滑比较好了。因为今天坡度比较好。我就跟 Tony 说，说什么？我今天脚不痛了，他呢？他们才第三天，他们第四天。他们少我们一天了、啊。但是他们第一天有滑、啊。哦，也是。
山都觉得它的树好漂亮哦。因为上面有雪、啊。为什么这里就没有漂亮的感觉？因为它秃了。刚10:03，我刷了什么呢？不记得啊。这一段还往下，真是。我说这一段缆车。哦。这中间有个凹洞。没有，那下次我帮你换边。嗯。换我坐往上。好啊。你先看一下。那我们等于早上没休息，就直接吃午餐这样。好啊。就这次。坐缆车这个时间很久啊，就休息。就这一次就吃吧。啊，我叫你吃，你很累哦。对啊，我好想休息一下，不过现在又还好。啊，真忐忑。确实，哎，我昨天也是很累。啊，那么多瓶子，我真的很累。是，你要带我去高级的、哦。没有，今天是绿叶、啊。对啊，我是说在你有时候有一天都吃，然后等到早上吃高级的。也没有，只是说可以去那里吃。我会看天气，你知道吗？花多少钱？嗯，现在那些券都花光了，就开始嘿嘿。但是你那时候本来在东京就要带我吃铁板烧的啊，不是吗？啊。10000块，不知道吃不吃得到。Go to eat 到底有没有限制地域啊？我没有带出来呢。那我买的就是东京的、啊，你在想想。
所以那就是选地狱的。我知道是东京嘛，但是是不是东京右，我不记得了。啊，戴眼镜要到了，再过两个柱子。但是我们可以滑上面吗？我是说，为了要回来，为了要回来，就是第四个雪场。假设它这个一直都有维持开着的话，然后以及希尔顿这里的也有开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第四个雪场。这就是希尔顿的，我讲错了。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不要滑那个的，我。哎，有人在做啊，是什么？那个红色的，两个都红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预备动作。在想为什么前面凉凉的，我刚滑滑觉得胸口凉凉的，然后一摸，嘿，刚刚套气没拉回来。它有入口吗？没有吧？
说它的入口的那个门在哪？在左边。它插了个棒棒吗？它造起来了吧？对啊。哎呀，它在准备。或者坐缆车才会来。好，走。应该是下面的右边岔路吧，嗯，走左边就变绿的了吧，应该是吧，去那一个牌子那边稍微瞄一下。不对呢，这一条啦，啊，这个啦，哪一个？这个是下面才会再岔吗？还是不是这吗？还是要过去才行？不是这哦，不是这吗？不是这个吗？可不可以直直冲啊？不是的，我说什么不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那个是小路，还是上面就要从那里下去啦？可以从前面冲进去吧，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，进去哦，加速冲过去好了。啊？这里啊，这里是红线哦。不然呢？那就好啊。那个红灯脚也不要进去。嘿啊。那就好。那就这里吧。完全不能禁止的区域。
完全不能进去的区域，这里是这样。好了，滑大湾好舒服哦。啊？滑大湾好舒服哦。对啊。唉，刚累死了。一下子就下来啦、啊，一下子就下来啦、嗯，真是轻松。那我们刚刚下面是走左边还是右边？我不记得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走左边。再看一次哦。那再看一次会就没动力，就上不去右边了。你说啥？你要看地图好了。你说岔岔、哦？因为你现在歪一歪之后是右边，然后感觉右边有点往上翘了，就没有往上翘，那是平的啦。是啊，不过既然你那么担心，因为你刚刚我们两个都有在那里停下来看，然后我们停在那又可以继续往前走，所以，嘿呀、啊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嗯，走左边，左边是红线，右边是绿线。我们是刚刚上面被整得要命之后，就决定要走红线，就是左边。还是下面才被整得要命。我们刚刚是走左边，那个就是不好的那一边，所以要右边。我看到了 ，unforgettable。就是下面的那绿线很恐怖。这里是跳起来。什么叫跳起来？啊？但是用不着你推啊，是平的，不是翘起来。不要，还不要，我现在还没有习惯。我先吗？随便你啊。
这样。你就看我多谨慎啊，就是还没习惯啊，超谨慎。我先继续先下哦，好，你在拍照是不是？我姐传讯息，等等等等。哦，好。啊！我右边就身体闪好远，所以这只一直往下滑，这样我也知道我的问题。就几乎不错，所以滑起来很轻松。很好啊。我滑得还好吗？还不错。
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op. Please lift the safety bar and get ready to unload.我都觉得我们怎么每次都错过，都要做一次这个。我们滑下来的时候又错过了，所以是看到一些橘条条之后就要切过来了。你是说其实我们不用做这一下的？是啊。啊，绿色直直冲。对啊，直直冲去哪里？哎，对哈，我们。没有要去希尔顿吃，还是今天去希尔顿吃都可以啊。好啊，如果是去绿叶的话，就是前面看到有个红线要往右走。先吃好一点啊，先时间比较多。好，那去希尔顿，那就是一直直走，一直直走。就是高的路嘛。看着看，对啊，绿线。加速。你可以利用高度，你往右边一点就不用加速了，把重量用掉。就是加速的原理，你把你的重力被用掉，就会转换成动能嘛。所以啊。你刚好前面挡住了，因为我一直要慢下来啊，所以我只好跟你换边啊，你一直要往下滑。你先啊。嗯，应该是靠左侧，对啊。好了。我一直都很长。Thank you.
的。哎呀。然后你说全山为什么不能进去？最高这里一个环形，你看下面这些都是危险的山凹进去的地方。嗯。通常山凹就表示有河啊或什么的。嗯。那些是根本就禁止进入。嗯哼。那你说为什么接不起来？就是接不起来。就是从山顶拉。所以只有山顶才接得住啊。嗯，7:30，吃饭刚好。那个时候休息，就今天时间比较早啊，因为他那个就3点又要来赶来坐车。我是没力，所以什么都好。很大块。西塘哦。往哪里？最上面了。但是它是平的啊，还是侧边的冰川？不知道。搞不好回去影片有录到。从右边进去，这里看起来是有地摊，这里没有啊。右边这个门，所以这里，反正就进去就对了。要从爬楼梯，我为啥爬楼梯？这里有个门呢。哎，这里是左边这里。管他，进去尿尿，先去希尔顿尿尿，然后再去吃饭。哪里啊？这个啊。哪是啊？这是刚刚 这不是吗？哦，所以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雪具店。厕所来着。拉。尿尿吗？嗯。好，先去。关，来，我们都关。